今天是2023年12月9号，星期六啊。现在是10:31啊。那可是，对了不？自己说。说啥子？说你认识到自己的哪些问题？认识。以后该如何改正？态度端正，不马虎，认真读题，勾画关键词，然后不乱发脾气。怎么个态度端正？就是学习态度端正。就比如说，以后我们做题的时候，该怎么做？勾画关键词。然后呢？然后读题仔细，至少读的3遍以上。最主要的是要抓子。勾画关键词。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把题读懂。嗯。读懂。嗯。我们才能读懂。第一个就是把关键词勾画下来。第一遍读题，第二遍勾画关键词，第三遍再做。嗯。还有，做口算题的时候，一定要在草稿纸上先算。不要去口算。嗯。记到没得？嘿、嗯。如果做不到怎么办？做不到，惩罚。能不能惩罚？你是能惩罚。我要打到我手软啊！我先说啊。不行。不得行。如果以后还出现同样的问题，我又不说啥子了，我就把视频发给你看。我直接打到我满意为止。不。那你说个冷麦。我把你们这玩具刷噻。你改了不就完了吗？你仔细点不都完了吗？我把你们当成玩具刷了呀。当成玩具。是啊。那你给你说那么多次了，还是不改呀？玩具的话，我早就扔了这个，还这种玩具来抓子吧？来气我一天？我就是跟你们这玩具耍。今儿说的话听懂没得？嗯。在学校里面上课认真听课就听课，莫在那儿再给我老逼发些，在纸上发些图发。你不在学校发？正经今天在屋头做作业发的。还有语文啊，不会。写的字词，该翻书的翻书，该翻字典的翻字典，听到没得？嗯。做了的错题，不管是语文、数学还是外语，一定要去看，一定要把它看会，不会的赶紧问。嗯。听到没得？嗯。字一定要写好。我现在就先说数学啊，嗯，题读懂，嗯，计算的时候在草稿纸上算，你自己看你做的题嘛，算完没的嘛，有些算了一半都没算了，老气都不好，读题也不读懂，也不读清楚别个问的啥子，书写工整，嗯，还有啊，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。还要念算的题，一定要写念算两个字啊。嗯。多画图，像那喊你列竖式，列竖式，你是不是一列你都看得出来该填啥子了？嗯。啊？嗯。莫是多思考，多想哈问题。语文书写工整，不会写的。查字典，做错的一定要给我记到去啊！我看你还是不长记性，江叔，可能还是真的还是要你骂一顿。记到没得？嗯。我说的啥子？你说的，写计算题是
也得超过正常写数，写和写了这种演算一题，也得前面写演算那个字，然后语文不会就去翻字典翻语文书。最主要的我还是想跟你说啥子，字写好，题读懂，细心。嗯。做不到，我说我立马到我满意为止啊。嗯。我给你吊儿郎当的嘛，我就发现我是想你班的很，我说真的想你班的很，真的是没得点那个。以后爱干净，在屋头发脾气，最高头凡是出现了的东西，我都不说啥子了啊。嗯。做作业不一次性给我做完，这都是给你写到这儿了的。凡是最高头有一样没做到，我就到。这个你给我说的真的收拾得我满意啊，听到没得？嗯。我看你等会儿可能还要照。嗯。